会不会被收走？凤汤的，凤汤的。漂亮了吧，漂亮了吧，太完美了啊！红糖加开水很简单的、啊、哈，黑糖、红糖、开水，冰淇淋的啦、啊、哈，小朋友，给你个竹子，中心慢慢画圈圈，手下拿铅笔拿紧，拿对眼端才不热，慢慢的圈圈，不要快，慢慢的圈圈啊，我们把它煮融化再煮融稠，完全不用快，再慢一点，对，这样，很轻松。啊、哦，很轻松，对，手热左手交换，竹子不能放开。泡泡很多，泡泡大，泡泡太大了，代表水分太多，轻轻慢慢。浓稠度差不多了，老板会光火，就是会沾点小苏打粉，然后这样就是可乐去水的泡泡，当然没有办法整个都会用到。那个时候竹子改成锤子压汤匙，快速冲方向，没有犹豫空间哈，压着汤匙快速冲方向，光火小蛋沾一点点，手来接力了 ，repeat， 低一点点，对，快速冲方向，给你加油，拿紧，大粉中间重复，再快，好，保持住，不要用飞的，大粉中间，大粉中间，大粉小中间，大粉小中间，大粉小中间，一直重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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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全部快不会成功，拿四个 timing， 老板 hold 着，跟着老板哈，顺顺的，顺顺的，跟着老板顺顺的，准备要快慢停拉了，慢停拉高，慢慢提升，不要断掉，慢慢拖移，不要断掉，慢慢慢慢往上带，不要断掉，慢慢拉高，慢慢拉高，拉高，拉高，拉高它会更大，对，释放空间出来，对，要加热，我们这个动作叫做加热脱模哈。加热脱模就是把糖汤匙融化开才能够拿起来哈，每种种我们硬拔它会怎么碎掉？我说好的时候，请你捏紧，啊，提起来定格三秒不要动，定格三秒，冷却很重要，手来不要犹豫，没有犹豫空间，捏紧，非常紧，非常紧，非常紧，不要动，冷却一下，因为它现在很烫，里面很暖嘛，就拿着有可能会掉下来，我们来冷却一下哈，看镜头。这一站就很成功了。
再换一个点。你没事的话，你看他家的头发的颜色又在外面。要玩吗？对啊。打进去，空气打进去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很好哦。手放开，眼睛看糖，手不要摸，眼睛看就好。你看你的碰糖会很厉害哦，你看啦、啊，哇，漂亮了吧，漂亮了吧。太完美了啊！哦，一个袋子，三次买又三次，第二次看看，三次买就买。这个乌糖拿汤更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早点来，早点。你们两个。